吃的果 try，不要咬它种子啊，是果，它的果肉吧，种子吐出来，下一次很甜哦，来 try 一次，我打牌嘛，干哪西咯，嘛干西尼什么时候去过不？哦，变甜哦，是很紧，哎，没劲哎。真的是没记过这个。What up, guys？ 欢迎收看 DA Camper Vlog Show。今天我们又去露营啦！终于去露营了哇！等很久了咯，我们整个七月份都没有得去露营啊，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 actually 已经到了，今天我们去 Broga。Leisure homestay，yes。那我们现在在等他开 gate，actually， 他 gate 是关着的，这样子看是蛮紧一下的那感觉。好，我们现在就等他开门，先开门了过，我们去里面踏好 camp 过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周围。哇，其实这两天听讲是有 reboot 啦，但是你看哦，天气是哎，很像很不错这样哦，很晒一下哦。应该不太会下雨啦，希望不要啦 ，OK。然后因为我今天我的朋友也是开新 tent， 有一点点怕怕了。可是看天气这样子的状况，应该是不错啦，应该不会下雨啦。好，我们去面踏好 camp 过后 ，set 好东西，再拍 campsite 给你们看 ，Let's go。现在 ，actually 我们原本要踏 camp 先的，然后后来这边的管理员真是太热情了，先啊带我们先秀我们 around 啦。So 现在先去看一看，给你们看一看这边先。哎呦，吊桥，你看，哦，你南部，哦 ，OK OK， 讲对 ，nice。啊，吊桥。喂，这个晚上玩好料哦！这个晚上还有开灯啊，他讲，然后这个是他的灯，啊，晚上有开灯了，哇，晚上来拿一个手电筒这样走七格哦，啊，下面是河来的喂，哇，吊桥下来的就是西塞咯，大概长这样啊，也是蛮大的，然后这个是 B 塞 ，OK， 哦，你塞第几个？哦 ，OK OK， 这个是第三塞，哦 ，OK OK。别拿爸爸这样搁几十个啊！这个一整个就是第三咯，第三号的 side， 它比较 narrow 一点点啦、啊，给我感觉吧。OK 的，小 tent 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三个 tent 呢、欸，不错哎、欸。哦，你看一下，这个是第三的，这个就是他们有租出去的啊房间呐、啊，就是来你们如果带老人家来 camping 啊。你拿这个第三号啊，啊，老人家就可以睡房间里面，方便咯。就你们年轻人 camping 啊，老人家睡房间这样子啊。那、啊、我们进来那边是 get A 哦 ，get B 就是这边，另外一个入口处啦。因为你，很像是讲你每一个不同的 side 哦，你进来你要走不同的门的，因为比较靠近嘛。然后啊，中间是车不能过的嘛 ，right？ 所、so、以你看啊，他安排你进 get A 还是 get B， 你就跟着他的路哦。这个 coming， 听讲是 cam 四，过后那个网拿掉过后，就是第四的赛啦，暂时还没有开了，暂时还是榴莲树这样子，走、so, 过后就是 cam 四，
所以在这边。好，我们去看它的 site。我嘞，不该告诉马少丁啊，它是两层楼了，这样子。它什么 billet 不麻将你这个？哦 ，OK，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你看。然后就有一个床哦，然后可以上楼上，那里面有厕所。好、哦嗯。然后这个上面今天一个房间，哇，这个 Q 啊，这个很有那种，哦，那种你看那种电看那种电影啊，哦，小孩子喜欢睡的那种，有没有很有 feel 感觉？放两个床，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啊，两个 single bed。这个人是。啊，刚刚打扫好嘛，说还没有放床那些，说还给我们看另外一个是放床好了。Canteen 啊，你？啊、yeah. ，OK。这个 canteen。Ada sewa macam camp B C nomor tiga punya. 嗯。Boleh basketball di sini. 嗯嗯嗯。哦，我的 basketball OK。篮球场啊，室内篮球场啊，这个。可以 barbecue 区啊，它的 canteen。Ini simpan sebab.Dia biar kalau angin tolak. Oh, dia bau. Oh. Takut bau dia. So, kita tanam ini dia. Oh,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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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h, 很好。他这边种这些板栗就是因为怕等一下风吹有那些鸡的大便的味道啊，怕风吹有那些鸡的大便的味道啊，所以他种一些板栗叶那边可以至少挡下一些臭味这样子啊。垃圾流，哇，这个我就不要进去了。这个就是 side B 了。暂时还没有很多 camper check in 来的，我们只看到一组吧，已经踏好了，所、so, 以就是我们到现在。那、啊、这个是游泳池啊。哇，大比斯卡那翻那啥，我们挨一波打滚。啊，泳池。啊，这边是二号营地，也是比较大二号营地 actually。然后原本我们是要布这边的，可是我们定的时候已经满了。你得把顶盖这个啊，把给给完没 ？Brick house 啊 ，Brick house 啊 ，Brick house 这边。OK，But、okay, 哇，如果是你肯定定赛二遇到像上次的 case 像够力，不用睡觉，Brick house 这个必爆。OK。OK。哦 ，OK。哦，这边可以来。太热啊，进来乘凉可以来坐一下这样子哦。哎，这边也是可以坐的。啊，厕所啊，就是在 Brick House 啊，我们的 site 就在那边哦。So 篮球场，我们 site 在那边，自己走过来这边就是厕所。Toilet 啊，小 room 啊，大家给你们看一下。OK， 它 Toilet 跟小 room 是一体的，有热水器 ，OK， 洗手盆都有了。OK， 好。就这样 ，OK 啦。其实我们的赛其实蛮不错啊，离任何人都远，就是离大陆近，而且它大陆应该是没有什么车，是算比较无路地方的小路啦，都蛮 OK 的。我们赛就在这边，这边 ，OK， 然后现在走回来了，就晒一下 tan， 然后准备要去一下外面可以飞一下。喂、哎，这狗很大只，吓到我了。哎，哎，乖，摇尾巴。那、啊、这个我们跟他买的南瓜，呀，春雨好割好给我们，然后对，有两只狗在这边，大只、哦，哎呦，来，美吉果好像，是树采的，然后现在表演给我们看，我不知道还要做什么啊，来 ，experience， 嗯，啊，你呀，啊。Coba gigit, ambil dia jus sikit saja. Tengok dia masam atau manis. Sikit. Eh, tengok lah. Oh. Wah. Masam. Masam sangat lah. Hmm. Ambil buah ini. Dua atau tiga. Hmm. Kasih dia lap sikit. Lepas tu kan makan itu dua biji. Hmm. Biji tak mau makan lah. Kasih bersih. Biji saja tak mau. Hmm. Dua masam tak? Tak apa. Makan dulu. Memang masam sikit. Tapi cuba lah. Ada magicnya nanti. Hmm.Sekarang cuba limau sikit. Lagi masam. Ui! Tian-tian cik oh! Eh, jadi manis oh! Boleh lah. Ni malam saya masak apa-apa saja lah. Eh, geng eh! Eh, 我们的菜大概就是这样子啦。然后我们现在就set hand。等一下，Jeff。
好 cam 了，终于它好 cam 了。你看，刚才还风和日丽，很晒一下，你看现在突然间，趁现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先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 setup。Double Yadokari， 哈哈哈 ，Twin Ten 啊 ，Yadokari Twin Ten 啊，劲哎！这个是我朋友新买的 Yadokari， 跟我们旧的 Yadokari， 然后中间把它用一支 pole 接起来，两个外厅接起来就变成一个叫什么？不用 fly sheet 的一个，反正叫什么都好吧，就是很劲是吧？我现在它好 cam 了，然后我刚刚。因为怕下雨啊，赶快去走一走，把该补的一些footage 都补起来哦。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收尾扎完了过后，就去冲一个凉，然后可能就去 cafe 吃。就现在开心态，你看 ，Holy shit， 要下雨哦。OK， 两个亚多卡利连在一起还蛮酷的，这种感觉就不用完全不用踏那个铁幕了。对，然后我们的车就停在这边哦，然后后面就是管理员的住处就在后面那边。喂，出来了出来了，所以现在又回到熟悉的咖啡来吃东西了。Actually last time 我们来雅卡这边 camp 的时候啊，也是有来这边咖啡。Then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o be here。不错咖啡。哦，我觉得不用，我觉得不用排第二次啊，因为反正你没有看过这边了嘛，就看我的照片啊。So 我先吃一次，那我们回到 campsite 先。回来啊，现在下雨啊，从外面吃完回来啊，然后发现到其实哦，我们的 tent 是时候做固定啊，你看，这个是一样的 tent 哦，我朋友跟我一样 Yadokari 哦，然后我们已经用了差不多半年了啊，那你看一下我朋友了，看完全是不太会流水在上面，看那个粉粉，啊，看到吗？你来检看一下我的。Hello， 动起来。像我们现在搭的 Side One 啊，其实是 A 的，然后 A 的话从 Gate A 这边进来，然后 Gate B 是另外一边哦，它有分 A 跟 B 啦，因为它中间是隔了一条桥的，所以你如果是 Side A 的话，你来要从 Gate A 的来 ，Side B 的话从 Gate B 啦，因为你不可能开车过那条桥了。这样子 ，So yes， 这边就是 Gate A 咯 ，Gate A。然后 side A 都是就是 brick house 这边的啦，然后就有一个 side， 然后后面有一个 side， 在后面还有一个 side， 然后接下来就是 side B， 给你们看 side B。啦，像这边下面啊，就是这个铺啊，这个铺过后的啦，过完那个桥都是全部都是 B side 的，然后 B side 的入口处就不一样了 ，B side 入口处在后面。那今天 B side 那边是真的很多人啊 camping 的，刚刚我看了，真是。差不多嘛，只是他们还没有搭好我们的 camp， maybe 等下晚上的时候我可以来个 night walk 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 camp 搭是怎样。So， 对，给你们看一下比赛的入口处。然后这边是 Gate B 的 parking zone， 就是如果你是在 B zone 的话，它通常会从这个 gate 进来，就是 Gate B， 跟 Gate A 是不同的入口来的。所以这 Gate B 进来过后，他就会带你走这个路哦，进去过后就找你。找你的 campsites 啦，然后你下好东西过后就跑回来这边 parking。所以我觉得像我们 book camp A site 的话会蛮好的，因为就直接可以摆车的隔壁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比较离你的 site 会比较远啦、啊。然后对，这个就是 B， 好，走回去。A few moments later， 啊，晚餐时间了，来吃个。哇。也看不到，哇，还有烤肉，哇，下雨下整个晚上，这个雨从刚才六点多没有啊，我们回来几点啊？四点多五点，哇，一直下到现在没有停到，多无力，完蛋了。刚才来的时候还讲哇很晒很晒，不会下雨，就是那感觉这雨没有要停的意思，所以就应该是 vlog 到这边啦、啊、今天。接下来什么就明天再做 ending， 我们就先吃起来了。Good morning， 哇，下了整晚啊，那个雨，然后现在天完全湿湿了，所以我们也刚才睡醒，西表睡，整晚下雨哦，真的是冷到一个，也是还好啦，没有到很冷很冷啊，但
OK 啦，不用开风扇可以睡哦，睡要爽爽哦。OK， so 现在大概是九点左右哦。嗯，然后今天早餐吃什么？今天早餐吃跟这边买的那什么乌油。下次来，如果是来这个叫什么 Broga 这边 camping 哦，真的你不用带东西来了，不用带吃了，去外面打包啊，去外面吃啊。啊，那什么乌油还有炸鸡。喂，风盛夏嘞，开玩笑嘞，跟我们昨天去的吃那个谁的麦了，谁的麦有的快。So 现在是准备去逛一逛人家的 tent 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先做一个 ending 这样啦。所、so, 以我觉得这个 campsite 其实蛮不错的，之前真的是只是full house啊，你看车很多 ，tent 也是很多的，这全部是 camp， 然后下面啊 site B 也是很多人这样 ，but 它的厕所是我不知道哎，感觉很少，只有两间啊，在 site A， 只有两间厕所、哦，可是还好啦，它没有到我没有遇到要排队啊，所以我觉得还 OK， 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maybe 还有其他厕所我不知道 ，but 至少我没有要排队啦 ，so far 我觉得都 OK 的，它这边有狗，然后它的狗还算蛮乖，没有来看见我们的垃圾桶还是什么 ，so。环境是真的很不错，蛮适合小孩子来，很多那种小小样东西可以玩篮球啊 ，sliding 啊 ，swimming pool 啊，小孩子会很喜欢的。OK， 好，那这一集应该就到这边了，我们真的是下期见，拜。